大部分都过去算，就原谅他。那现在原谅结果，实际上我们的体制没有被好好被改过，就原谅是一件事情。但是体制跟体制，的转移，或者正义如何去转型，就跟着被膨胀。那么这边有学到周婉瑶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台大的一个教授啊，是台湾历史的一位教授，他提了非常多的一些关于转型正义，这也在网上他可以找到文章。然后他提到什么叫转型正义，转型正义完成七件事情，然后来找一下他这边提到的几个问题。第一个就是说，转型正义啊，他这个提到的这个课题啊，那这些当然我们必须要审视。另外一个呢，他提到几个要点，被弱势转型正义的课题。这个文章是在去年文章里面啊。那再来就是说，没有被谴责、被追究的国家暴力，随时可能会回来。那当时是台湾啊，所以他必须要是一个要项、工程、究明真相、厘清责任归属、追究责任啊，这我们不会做的啊。道歉、补偿、纪念碑，他说我们今天赶快只做到这一点而已啊。那确立防止再发生的机制，因为它会发生啊，他一直是这样子啊。那他提到了这些，这是一个上课的一个演讲稿，那里面有些跟学生互动啊，那跟台大学生互动的样子，这个我们就看到。他说这里有个要点啊，我特别黄色标题，一元不大，然后众小人站在那边靠啊，是建构社会的一个假象。所以多元社会什么呢？他意思说多元社会就是说一元不大，然后你这多元存在，但是你最主要在旁边站靠在旁边就对了。望中案啊，或是什么案，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啊。那么他提到这种问题，民主化了，多元了，但是这种多元是真的吗？他没法进入到主流里面去，他一直是这样子。所以主流还是主流，一元独大还是在。你可以讲啊，没问题的。我们可以让你讲完，讲完之后你讲啊，可以了。我们继续做啊，我们继续做。雷律湾啊，喂，我们把你赢过。你们在抗议没有用的啊，你们都不是采用的，他找的人都是一些支持他的，接受你的观点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好。